欢迎大家参加我们圣公会以马利利堂今天的主日崇拜。我们是圣灵降临后第八主日的主日崇拜。约翰福音10:27，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以欢喜快乐的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唱诗赞美他，献上自己为祭。我们来献上自己为祭，完全降服于你，灵火熊熊来焚。起来
当中，愿主来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起的起来，为了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我们一起的来建造，让我们今天相信我们的主，在我们生命任何的时间点，任何的环境，任何的情况，他的恩典绝对够我们用。我们来唱诗歌，恩典够用。当我受这数十年和痛苦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每当我灰心失望，完全无助的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信息进入我心中，圣灵在指引我，在百般试炼中当大喜乐，因为他已告诉我，他的恩典够我用，只要信，他的恩典是够我用。当我受特殊试炼和痛苦时候，主啊，帮助我们，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我们谢谢主。每当我灰心失望，完全无助的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信息进入我心中，圣灵在指引我，在百般试炼中当大喜乐，因为他已告诉我，他的恩典够我用，只要信，他的恩典是够我用。无论在任何困苦的环境里面，无论在任何特殊的试炼里面，我们相信我们的主，他的恩典够我们用，因为这是他告诉我们的话，这是圣经里面的话，我们神的话语 存在天上，永永远远，永不改变。今天呢，我们欢喜快乐的，我们再来唱恩典够用。无论今天您在什么样的一个光景之中，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够您用的。我们来，当我受特殊试炼和痛苦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每当我灰心失望，完全无助的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信息进入我心中，圣灵在指引我，在百般试炼中当大喜乐，因为他已告诉我，他的恩典够我用，只要信，他的恩典是够我用。谢谢主，他的恩典绝对够我们用，让我们随时随地随时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让他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来向他祷告，来，主啊，恳求你，主啊，恳求你，今天愿主你成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随时的帮助。主，求你查看我，试验我，考验我的肺腑心肠。主，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的罪极重大，
救我，因为我永远投靠你。主，恳求你引导我，教训我，你是拯救我的神。主，恳求你指我，保守我，我终日等候仰望你。身体上面有任何病痛，有任何伤害，有任何难处，有任何的重担，主啊，我们需要你的医治。弟兄姐妹们，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透过诗歌向他祷告，主，恳求你来医治我，无论任何地方的困难，无论任何的软弱，我们的主是医治的神，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又或许是我们在工作上、事业上，或者是在任何的地方上面，我们有困难的地方，主啊，愿主你来引导我们，来帮助我们，来拯救我们，来看顾我们。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连续我们每一位的上帝。我们再来唱，把我们一切的难处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不再向他来敬拜，我们也来向他祈求，看我们的神要行那何等大的奇事。我们来，主，求你查看我，试炼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主，求你转向我，怜恤我，我是孤独困苦。主，求你赦免我，看顾我，因为我的罪极重大。主，求你保护我，搭救我，因为我永远投靠你。主，恳求你引导我，教训我，你是拯救我的神。主，恳求你医治我，保守我，我终日等候仰望你。
天的经课记载在加拉太书5:13-26。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这是上主的道。感谢上主。谢谢姐妹带领我们读神的话语。今天的经文是从新约圣经的加拉太书出来。加拉太书照着圣经的这一个编排的顺序，它并不是第一卷书、我们知道新约圣经的照着这个编排的这个顺序，那第一卷书是哪一卷呢？是马太福音。不过如果照着写作的时间表来看的话，加拉太书它应该是整个圣经里面啊，27卷圣经里面第一卷完成的书卷，它也是使徒保罗他写的第一封的书信。使徒保罗总共有13封书信，加拉太书是他的第一卷书信。那么我们因此也可以看到，加拉太的教会也是保罗最早建立的啊一些的教会。那么加拉太教会既然是保罗一开始啊这个服事的时候就建立的教会，那么加拉太教会跟保罗的关系，我们相信那么是何等的重要了。不过后来没有想到，这个加拉太这个教会本来跟保罗的关系亲密的不得了，后来他们之间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分裂。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圣加拉太书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了，因为有不同的教导进去了，于是加拉太的教会就转移掉了。那么加拉太总共我们看到有6章，那么一开始的时候保罗还是介绍了他自己，那么也介绍了保罗原来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这也是要研究保罗的人很重要的经文，特别是1节到17节那个地方，我们看到保罗的蒙召，还有以及他蒙召之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特质。那么到了2章那个地方就讲到了加拉太书的核心教义，特别是在16节，整卷加拉太书的核心就在这16节，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这个我们是指犹太人，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那么到了3章，保罗就开始尝试着用非常温柔但是却严谨的话语，盼望加拉太的人能够从十字的这个路口，他转错了，希望他们能够转回来。那么到了第4章，
在那个地方他继续解释他为什么这样的要求。到了第五章之后，他就提出了更严正的警告。那么今天的经文在这些更严正的警告之后，他说出了在十字路口上面，即便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几乎要转错了，但是仍旧有机会，仍旧有机会。这就是刚刚姐妹在带领我们读的时候，他提出了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格的上帝，也圣灵，靠着圣灵我们能够有机会从错误的道路上面再继续回来。那么加拉太书的最后，那么就是应用我们在教会里面既然已经转回了正确的路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的彼此相待。1956年有五位年轻的美国宣教士，都是20多岁，他们那个时候都年轻有为，前途似锦，可是他们选择去做什么呢？他们跑到了南美洲的丛林区，去向那边的没有开化的土人去传福音。不过那个地方啊，那个区域非常非常的封闭，很封闭，那边的人对外来的人，有那个抗拒的，很抗拒的，那么这五位他们还是去了。到了那里以后没有几天没消息了，失去了消息了。那么宣教的机构就派人去找啦，怎么突然之间没消息啦，就会发现他们被那一些他们传福音的对象，这些的南美洲丛林区的这些土人，全部杀害了。那么这个消息当然就很震撼了。那么有新闻记者就问，其中一位宣教士的妻子，哎呀，他们这个样子是不是就白白的就牺牲了，就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宣教士的妻子很有信心，他说不会是白白牺牲的，不会的。几年以后，这位宣教士的妻子，他到这个丛林区去，向这些杀害他先生的土人传福音，并且告诉这些土人，我们回来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要成就大事，是因为我们要搞一番事业，是我们要表现我们自己的高尚道德吗？不是的，都不是的。这位宣教士的妻子他说，我们回来是因为上帝的爱，我们回来是因为上帝的爱。想不到竟然许多的土人就悔改，因着他们的见证就悔改信了耶稣。这些土人在这些年轻人身上看到了耶稣基督舍己牺牲的爱。据说后来有土人的领袖都做见证，他们的牺牲让我们看到了真光。这种光，这种爱，就是上帝在十字架上面的大爱。刚刚姐妹在带我们读经的时候还记得吗？代表这个圣灵果子所有的特质的第一项，那个仁爱，其实那个仁爱就是爱，就是爱，圣灵果子的特质。根据今天的经文，2000年前一个荣耀的教会，几乎都要灭亡了。教会本来是一个爱的教会，使徒保罗，他的哥林多前书他讲到爱，这位保罗，他的里面充满了爱。那么他建立的教会也是一个爱的教会，人人彼此喜乐的彼此相爱，充满了朝气，在一个爱的环境里面，我们得到多少的安慰，多少的鼓励，那么从心灵里面得到力量的时候，身体也容易得到健康，身心灵，都有关系的，身心灵都有关系的。现在医学已经告诉我们了，如果一个人，常常里面都是很累，很压力，很压力，可能各方面我们的身体都会起反应，都会起反应。我认识一个人，他在几年前碰到很大很大的压力，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突然之间头发这边呢掉了一大块，掉了一大块。那么后来慢慢的好了以后，神安慰他，鼓励他，慢慢头发就长出来了。我们中国人也有一句话，心里一急啊，怎么样，一夜白发，有没有听过啊？有听过啊，一夜白发。所以这个心灵里面确实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巴不得今天神的爱充满我们每一位，充满我们每一位，让我们从心灵里面我们喜乐起来，我们健壮起来，不但因为神的同在，也因为上帝的道成为我们的激励，成为我们的鼓励。好，那么这个教会本来很好啊，这么的光明充满朝气，结果呢现在变成了彼此仇恨，增进恼怒，分党结派的一个教会。那怎么回事啊？发生了什么事啊？原来是因为
照着加拉太书告诉我们，是由假教师带了似是而非的教导进去了。这些假教师扭曲了上帝的道，这些假教师让人转移这个耶稣基督为人下的福音真理。圣经加拉太书一章六到七节那个地方怎么说？那边说，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别的福音啊，别的福音，我们是认识一个福音吗？加拉太两千年前就有别的福音了。第七节那里说，那并不是福音，别的福音根本不是福音。我们大家要记得，别的福音不是福音。圣经说第七节一章七节，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这个教会已经到了属灵生命的十字路口了。加拉太书到了五章四节那个地方怎么说？他说，你们要再继续的靠律法称义而不靠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话，那就与基督隔绝。这在五章四节那边说，从恩典中要怎么样？堕落了，要堕落了，再错下去就要从天堂路要转往灭亡路去了。这是多么的严重呢？使徒保罗写的加拉太书力挽狂澜，感谢神，这个教会回头了。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神的话是带着力量的，神的话是引导我们的，来帮助我们的。教会悔改了，于是教会不但回到了正确的福音的道路，并且因着这正确的福音的道路，他们又开始传福音。结果在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一节第五节那边，让我们看到什么事发生了。两件事，第一，第二代的同工被兴起来了。原本我看这个教会都已经没有人要服侍了，为什么？大家都吵架都来不及了，哪有时间服侍呢？好，现在他们和好了，他们合一了，在主的爱里面彼此接纳了。那么第二代看到了以后，他们看到，哎呀，这真是一个好的教会，我们都要来服侍。那么还有什么事呢？因为他们转回了正确的福音道路，圣经告诉我们，于是他们人数天天的加增。这就是福音的大能。人类堕落的开始并不是道德的一个性质，或者是社会的性质，而是一个宗教的性质。神的话在二章十六节，也就是在人犯罪以前的时候，耶和华那么造了伊甸园，就告诉这个亚当啊，告诉他说怎么样呢？神的话是这样说的，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好，这是上帝的话哦，这是上帝的话。那么到了第三章，人怎么去解释上帝的话呢？夏娃、亚当他们怎么堕落的呢？因为他们去解释，怎么解释呢？他们不正确的解释。好，我们来看女人对撒旦，也就对蛇怎么说呢？她在受了引诱以后，她就用上帝的话了。他怎么说？他说，上帝怎么说啊？上帝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他现在用上帝的话咯，他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各位弟兄姐妹，我再读一下二章十六节真正上帝口里说出来的是什么。那边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上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是一例的必定死，到了夏娃的口里说，免得你们死，松掉了。并且怎么样？上帝说你不可以吃，可是上帝没有说你不可以摸啊。这下子我们看到了夏娃怎么说，他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我们看到的启示录说什么？启示录在那个地方，到了最整本圣经的最后的时候，到了二十二章那里，他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书上预言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随便去加上帝的话，我们也不能减上帝的话。这书上的预言，有人若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神的道我们既不能加也不能解，我们要走得
合乎中道，这是我们的蒙福之路。因为人对上帝的道，在创世纪夏娃、亚当，他们对上帝的道曲解了，于是就给了魔鬼更进一步的试探机会，最后终于一发不可收拾。人就是喜欢用这个上帝的话喜欢来试探上帝。有一个人他问上帝，他说：“上帝啊，请问这个我们人这边的一千年对你那里来说是多久啊？”上帝说：“人的一千年呢，大概就两秒钟。”他说：“两秒钟，哇，这个上帝永恒的你真的不得了，很难想象，我们人要过一千年这么久，神那里不过就是两秒钟。”后来这个人又问了：“神啊，请问啊，您这里是这么的无比的丰富。那么如果对人类来说我们这里一千万，请问对神那里，那么是大概多少啊？”神说：“人类的这里的一千万美金好了，我们说人类的一千万，在这边也不过就是好像一cent而已啊，就一cent。”啊，这个人他就跟上帝祷告了，他就说：“神啊，我也不贪心，好不好？就劳您驾给我一cent就好，好不好啊？给我一cent吧。”结果上帝说：“好啊，我给你一cent啊，你等我两秒钟。”好，所以我们对上帝，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跟上帝开玩笑神的智慧总是高过我们的智慧的。上帝总是要给我们最好的东西，可是我们的手太满了，充满了我们自己的想法，充满了我们自己的意见，总是不肯让神的话中规中矩的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怎么样，无法接受，这是圣奥古斯丁的一句话。而人的手怎么太满了呢那么当然了，一开始第一就好像夏娃受试探一样，他不觉得上帝的话有那么的重要，有那么的严谨。不过上帝还是爱人，总是呼唤他的儿女要回到他那里。以赛亚书65章第二节那里说：“我整天招手呼召，我整天招手呼召。”各位弟兄姐妹，神现在正在呼召我们，神现在正在与你们每一位同在，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今天我们有什么难处，我们来转向上帝；今天我们有什么压力，我们来转向上帝；今天我们有什么解不开的困难，我们来转向上帝；今天有什么过不去的，都让我们来转向上帝。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各位弟兄姐妹，愿神祝福我们今天每一位，让我们都是转向上帝，从神那里领受最丰富更丰富的人生。愿神祝福我们今天的每一位，记得神正在招呼你，不要把压力一直的放到我们的眼睛前面越变越大，越变越大，越拿越近这个东西越拿越近越拿越近就越来越大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把上帝放在我们的眼睛前面，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这样上帝的能力就来覆庇我们，就来覆庇我们。所以上帝他不但赐给我们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救恩，他也赐给我们什么？因着信耶稣，我们有圣灵，圣灵与圣徒同在，就成为了我们随时的帮助。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充满是何等的重要呢？大家记得耶稣有位门徒叫彼得吗？大家记得吗我们的彼得他跟随耶稣跟了多久啊？3年的时间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亲自教导的门徒亲自调教出来的这位圣徒。那么主耶稣在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告诉彼得他说：“你会不认我。”彼得不相信他不相信耶稣他说：“不会啦，耶稣，纵然别人都背弃了你，我彼得为你舍命都可以。”那么后来结果发生什么事呢？后来在耶稣被抓的时候，一个小小的使女看到了彼得，这个彼得，你不是跟着耶稣在一起的吗？你不是耶稣的门徒吗？这个时候这个彼得说什么？他说：“是，我是。”没有，他不是这样说。他说：“你不要乱讲啊，我不是这个耶稣的门徒，我不是，你不要乱说啊。”一个小小的使女就让这位使徒整个垮掉了。可是我们看使徒行传，后来这个彼得怎么好像不一样了呢？感谢赞美主，主耶稣
在约翰福音要上十字架以前，他应许了神要赐给我们圣灵。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那个地方看到，后来圣灵降下，彼得被圣灵充满了以后，哇，这一位门徒本来在一个使女的面前都不敢认耶稣，后来他刚强壮胆的站起来传讲耶稣，并且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他能够怎么样，他能够为耶稣受苦，他能够为主的荣耀，他承担一切的困难。为什么？因为圣灵在他的里面充满了能力，圣灵在他的里面充满了上帝来的爱，圣灵在他里面充满了信心，让他成为盼望的人。我们感谢主，感谢主，圣灵的充满完全的翻转了彼得这一个人。后来当我们去看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我们这样读好像没有什么，各位弟兄，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尼禄王做王的时候，他本来嘴巴都不敢讲他是耶稣的门徒，他现在写下来有凭有据，我是。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圣灵降下了以后充满了他。愿主今天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每一位都成为刚强壮胆有信心有盼望能够荣耀主名的圣徒。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告诉我们，这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信徒，我们要从任何的难处里面、试探里面，从情欲的本能、一时的冲动、患难困苦里面、别人不合理的对待当中，我们要一再的转向圣灵，一再的转向圣灵。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面，任何的一个十字路口里面，我们要继续的不断怎么样，我们继续不断的选择，我们要继续转向圣灵保惠师。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就要继续不断的怎么样，充满能力，充满各样的盼望，各样的恩赐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不但我们是蒙福的人，我们也成为他人的祝福。经文要我们顺着圣灵而行，也告诉我们在圣灵引导之下的人就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加拉太书三章三十一节十三节那边讲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律法是上帝的道，律法怎么成为我们咒诅呢？律法的上帝的道是旧约圣经的最前面的五卷书。律法的目的与功能是怎么样？是反映出上帝的圣洁还有人的罪性。也就因此，当律法反映出上帝的圣洁与人的罪性的时候，那么人知道不能够靠自己得救，于是就怎么样？因着律法，我们就要另外寻求救恩，这救恩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律法不是在告诉我们任何其他的事，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我们感谢主。所以律法的目的它不是带来救恩的，律法也不能够改变人的生命。记得吗？请问律法是什么时候有的？我马上证明给各位弟兄姐妹看。请问我们是以色列人是先得救了以后才有律法，还是有了律法以后才得救了，行了律法以后？我们如果去看出埃及记，我们就看到了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的时候，上帝就派了摩西以上帝的大能拯救他们出来以后，三个月到了西乃山上，在西乃山下那个地方他们扎营，摩西上西乃山领受律法。我们看到这个顺序了，这个顺序就是先救恩后律法。因此我们看到了律法的目的它并不是带来救恩。希伯来书十章第一节那里说，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这什么意思？罗马书十章第四节说，律法的总结就是什么？律法不是。律法的总结就是行为，不是。律法的总结就是好的道德，不是。律法的总结就是高尚的品格，不是。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唯有基督是我们的义，唯有基督是我们的良善，唯有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感谢主。律法与福音的关系那究竟像什么呢？就像吃饭，
那个饭跟饭碗，各位弟兄姐妹，也像喝咖啡的咖啡还有咖啡杯。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是吃饭呢，还是吃饭碗呢？我们当然是吃饭，但是我们吃饭需不需要饭碗呢？我们需要的。饭碗把饭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律法一再的向我们指向基督，指向基督。我们喝咖啡，我们不能用手捧着喝，哦，太烫了，受不了。我们要有咖啡杯，可是我们不能把咖啡杯也喝下去，所以咖啡杯帮助我们怎么样带来咖啡。律法一直的把我们推向基督，但是律法主义，也就是加拉太书的讲的那些假教师怎么样呢？就好像要我们吃饭，饭跟饭碗一起吞进去一样，好像我们喝咖啡的时候，要我们把咖啡跟咖啡杯一起的喝下去一样。哎，这个多难受啊！哦，这个多难受呢，这怎么受得了呢？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节，于是保罗就说，啊，你们怎么啦？你们吃饭要把饭碗也吞进去吗？连饭带饭碗吗？于是他就说，三章第一节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还是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要靠肉身成全吗？保罗苦口婆心的要挽回他们。所以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随时转向圣灵，让圣灵来引导我们。然而我们也要继续的靠着圣灵，要知道什么路是不对的。哦，有一次我在家里要喝咖啡，跑到家里喝咖啡，那么我们家里的那个罐子啊，我也没注意，那么的咖啡完了以后我就放糖，的放完糖以后，我就正要来好好的享受一下这杯咖啡的时候，这第一口喝下去，哎，这味道怎么怪怪的，有咖啡的味道啊。再喝一口，哎，这咖啡怎么是咸的啊？怎么回事了？后来我在想，哎呀，糟糕了，我一定是把什么，我把盐当糖放进去了。这就是什么？就是我把不对的东西而放进去了，因为我不知道那个是不对的，我不知道。于是我就后来再想说，那个咖啡嘛，丢掉又可惜，再喝一口，反正实在喝不下去了，就把它倒掉了，倒掉了一杯好好的咖啡就可惜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对的，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不对的。当使徒保罗第二次出门宣教传福音的时候，他本来没有想要往欧洲去，想不到圣灵就一路的禁止他们走错误的道路，然后呢，就一路的引领他们到了欧洲。于是欧洲的整个的福音大门就这样子开了。我们常常说保罗传福音如何如何，其实都是为什么？都是因为保罗顺服了圣灵的引导的成果。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撒加利亚第四章第六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什么？依靠上帝的灵方能成事。依靠上帝的灵方能成事。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当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的要在那些十字的路口上面，属灵的十字路口上面，我们要继续的选择，继续的转向圣灵，让圣灵来引导我们走对的路，并且提醒我们要放弃那一些错误的道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也看到了，那些错误的道路就是那些情欲里面的事情。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圣经继续让我们看到，我们就要得到荣耀的祝福，就是什么？就是圣灵的果子。神学家 R.C. Sproul 他说，圣灵的果子就是基督徒生命的特质。哦，我们常常讲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其实那个就是生命的特质。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保罗那里又说，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所以圣灵的果子就是基督的形象，圣灵的果子就是基督的形象。不要忘了什么叫做基督徒，基督徒的什么意思？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像基督的人，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像基督的人。有圣灵的人就是属于基督的人。
这是罗马书八章九节那边说，若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圣经说圣灵所结的果子，五章二十二节那个地方，既然是说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个是什么意思呢？那个就不是我周玉仙去结的果子，不是的，我结不出这个果子的，是圣灵结的。因为这是圣经讲的，圣经说那是圣灵结的果子，因此我们知道这乃是圣灵的工作。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那里说什么？那里说保罗他说，我栽培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成长，唯有神叫他成长。我们的责任是不断的转向圣灵，不断的顺服圣灵，不断的让圣灵来引导我们的生命，于是圣灵就在我们身上结出果子。我认识一个人，他说哎呀，我想要如何如何，各种操练的方法都用过了，最后怎么样又打电话给我，哎，还是不行哎。各位弟兄姐妹，经文让我们看到是圣灵结的果子，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责任是把我们自己一再的转向圣灵。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13节那个地方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中文翻译成明白，其实那个意思就是进入一切的真理。英文圣经就说 He will guide you into all the truth， 那个 into 的原文叫 aeis 的，就是进去，就是进去，好像一头栽进游泳池里面进去 aeis，也像这个到 IKEA 去买那个家具一样，把那个螺丝哐哐哐拴进去，而两个东西就结合起来了，成了桌子，成了椅子。因此那个 AES 的意思就是进去合而为一。各位兄弟姐妹，果子自己是结不出来的，需要什么？需要树，还需要什么？还要枝子。我们要看到这个特性，因为在新约作者的那个年代，这个 农耕畜牧的社会，他就用农业的农耕的社会背景来做真理的比喻。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注意耶稣用的是你们，不是你，代表一群人，代表教会。我们今天在加拉太书也看到了这个圣灵的果子，它其实最主要的指的是什么？指的是那一群人。因为那个地方讲的都是说你们，十六节说你们，二十一节说你们，讲的都是你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把圣灵的果子都用个人主义的观念放进去，好像都是一个人的事，不是的。我们今天教会蒙福，福杯满溢，就到我们每一位的身上，其实也成为我们个人蒙神的祝福，我们事实上也反馈，也福杯满溢，也到教会弟兄姐妹的身上，彼此成为祝福。所以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讲到了这个枝子，那么就是结果子的地方了。所以结果子同时是个人也是群体的事情。圣经说到结果子是不能离开教会的。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那里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就赐给你们什么。哇，原来结了果子以后的教会向父祷告，耶稣基督他有应许，他说你奉我们的名，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就赐给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好不好？好不好？让我们常常的一起的祷告，我们是结果子的教会，我们向父求什么神就要赐给我们，因为这是圣经的应许。一个结果子的教会，一个有圣灵果子的教会，所以一定是一个向天父祈求祷告的教会。我们今天看到圣经里面所讲的，你们多结果子，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什么叫做天父得荣耀？也就是说一个多结果子的教会，什么叫做多结果子？十五章第九节那个地方说，耶稣讲的，我爱你们，正如我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
没有比这个更大的。1956年有五位年轻的美国宣教士，他们到南美的丛林去向土人传福音，结果没几天没了消息。宣教机会去找的时候，发现他们都已经被杀害了，但是他们发现他们的身上是有枪的，可是这些宣教士完全没有用枪。据说其中一个宣教士的儿子，有一位宣教士临死之前他有枪他不用，他对着那个杀他的土人说，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真正的朋友。这正是主耶稣讲的，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回到丛林区宣教士的妻子对土人们说，他的先生是传一位为了罪人钉十字架的耶稣，而这位耶稣从来没有向钉他十字架的人报复，而是拯救他们。这五位宣教士能够因着效法基督，有圣灵果子里的爱，于是福音就这样子进到了那一个根本不可能的地方，而成为了可能。罗马书5:8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用我们教会是一个充满圣灵果子的教会，每一位蒙神祝福，每一位蒙神的大能，每一位成为上帝的荣耀。愿上帝祝福一切听到他话语并且选择他道路的人。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来，我们一起的来读，请。起初如此，现今如此，后来亦如此，永无穷尽。阿们。请我们可以打开麦克风，让我们一起的来读使徒信经。我们打开麦克风，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是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子，因圣灵的能力承运，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后死，埋葬。至阴间，第三天复活升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将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的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我们继续打开麦克风，来，请大家打开麦克风哦。我们一起的，我们来攻读主导文。我们一起来，好，我们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国度、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听我们唱诗歌，让我们将我们自己全人献上，成为活祭，荣耀主名，因为我们的主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已经完完全全的献上。我们来，我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你心事直到永远，我忘我的身，因你奇妙生命献上我的赞美。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万物都是从主而来，我们把从主而来的献给主。我们行赞比亚带领我们。好，大家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麦打开，我们可以在这时候互道平安。听不到，大家平安，没有声音，平安，杜先生平安，平安，平安。嗯，好，大家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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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平安，天主的平安与美好，天主的，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平安，平安，一位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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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y 平安 ，Brenda 平安 ，David 平安 ，Jacqueline 平安，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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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lly 也平安 ，Kelly 平安 ，Katie 平安，大家平安平安，那我们看到谁？我们看到 ，Kelly 平安 ，Hannah 平安，看到牧师师母平安，牧师师母平安，平安，师母平安 ，Kelly 平安，刚刚很好，我们可以看到。看到我们希望也有，我们也在想尽快能够实体崇拜哦，可是没有这么快啊。那个，好，我们来一起唱我们的堂歌，以马内利，我们以马内利就是神同在，就像神同在。与你同在 Emmanuel， 常与你同在，在每一刻上帝以千般恩惠宽恕赐下怜悯，抛开怨恨为救万人 Emmanuel， Emmanuel， 神与我同在 Emmanuel， 常与我同在，在每主耶稣基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自己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给你们的不像世人所给的，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同在。弟兄姊妹好，
我们现在在暑假哈，没有特别的宣布，大家能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 enjoy 这么好的天气，有个好的暑假。然后现在也政策也比较放宽了，那么大家可以出去走走，跟朋友吃吃饭哈。可是还是要注意安全。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八月份的聚会时间我们还是在第一个星期跟第三个星期有主日崇拜，然后我们八月份恢复正常哈，然后还是第一个礼拜是卢牧师，然后第三个星期呢就是有圣餐崇拜，也是周牧师然后我们那个祷告会没有停，我们那个查经我们研经我们会在暑假休息，可是我们祷告会会继续。我们八月一号会有我们主日崇拜，然后八月三号周二的时候，第一个星期的礼拜二，我们还是会有我们的祷告会，希望弟兄姊妹参加啊，也希我们也很开心那个广东话的弟兄姊妹也可以来参加的。报告就是这么简单，没什么特别的报告。有很多人他们很关心究竟我们是几时可以回教会聚会。现在我们在广东话那边呢，就是在八月份的时候呢就会有两天的实体聚会在他们在第二个星期的礼拜天跟第四个礼拜的话呢，他们会有那个实体的聚会会在八，而且每一天的话也有两节就是在八点半跟十一点，他们会有早堂跟午堂如果大家想参加的话呢，我会把那个连接发到大家的那个在我们的群上而且在十一点午堂的那一节呢，我们会有普通话翻译也希望大家来不过我们普通话的实体呢，我们还没有一个时间表，那如果有的话呢也会很快通知大家。那崇拜以后呢，还是跟往常一样，我们会跟个别的教友呢有那个单独的祷告，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留下来，周牧师会跟大家祷告。那我的报告就是这么简单，谢谢大家。请我们唱退堂歌，大山可以挪开，无论什么忧伤的痛苦的大山，上帝与您同在都可以挪开。我们来，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牵引，但主的慈爱永不离开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牵引，但主的慈爱永不离开我。愿神的子民进到社区里，彰显他的国、他的爱和他的义。感谢上主。好，谢谢大家。我们那个下礼拜见了，八月份见了。好，拜拜。拜拜，祝福你。祝福大家。嗯，拜拜。神祝福。